来到了我们这里天然的钓场，应该是不用开单啦，哈，但是要记得垃圾不要乱丢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准备开始开钓喽。来，是板凳，轻松钓，嘿，轻松钓，好，跟钓虾场一样轻松钓。好，那好，我们就来试我们的钓竹，就是轻松钓，不打龟钓竹。OK， 加油。哇，看一下这里面的鱼，哇塞，超级大。来丢个饵试试看哦。中鱼了，中鱼了，中鱼了！下去就马上中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随便就马上中喽。所以下雨真的超级多。你看多悠闲，坐着又安全又舒适。又完全不会打瞌睡，因为让你拉爽爽。再看一下水下的，那我们一等来丢饵试试看吧。你看啊，有，到底有多少呢？让各位看一下，万鱼奔腾有没有？没有啦，大概几十只啦，好。你看，饵料一下就直接秒杀，后果大去。看到饵料直接追杀过去，哦，好快呀！真的，这环境有多棒？超棒的，给镜头看一下吧。又中了，拿起来吧，看。不是的，用那个手段比较难，安全嘛，再进来。啊？小只的跟小只的在哪里？这种呢？很多种。嘿啊，我讲这鱼也够多啊。对啊，我有换啊，左右移啊，但是速度太快了，他们移动速度太快了。
对。粗的来咬的呢，下面有粗的哦。手机配备。等我把小鱼钓完，应该有点困了。中鱼啦！哦，你那边的好大哦！钓，看一下，钓的比较大，这应该太小了。哎呀！重，哇、哦，粗的哦，粗的哦，粗的哦。啊，我也是啊。来来来，随便都双弓。给镜头看一下。哎呦，随便都双弓。你看，一大一小。哇，这个钓到不要不要。爆头。爆头。大的大的粗的，又粗又重哦。哇，双弓，有有有，双弓，哇，好，镜头看一下，镜头看一下、哦、，OK OK， 哥俩好，一对宝啊，下雨，一样照咬。中了吧？哎、欸，还没有。大嘛，现在是重的，也太迷你了吧，也太迷你了吧，这个超迷你也重，好，自动掉掉落。不过这种赛事抓回去养还不错看。你丢那个水草的左边啊，那个洞。哦，可是四龟等在那里。我怕等一下会中，没关系，吊起来给各位看一下。没有，应该来不及吃，就被其他的破壳吃。对啊，他会来不及吃。再用绳子。哎、欸，有了吧？哦，现在吃了这么刁钻，现在吃了这么刁钻，还是中。跟刚刚看过。卡那边啊，卡得到。哇，出了出了，出了，还好。出了出了出了，还好。就是拉力，值一百。
哦，这么杀？对啊，这么杀没中，太扯了。好可惜了。哦，粗了粗了，哇，比较粗，不错不错，比喻一下，赛事哦，赛事哦，上去一点，好 ，OK。这次真的有粗，因为这次有通外面啊。对呀、啊。小林拼光了。对啊，拼得太快了。又中了，是双功能。中中中！哈哈，哎呦，蓝雀雕哎，哇，呜呜呜，变色蓝雀雕，哇，啊，镜子的，哇，变色了。哇，你看变黑的，它是蓝色的哦。哎，蓝色，蓝雀雕变色很快变黑的。对啊，我刚那只板花还比较大，哦，可惜了，竟然没录到。超出，哇，超出！等一下，我看一下那个。哇，好大哦！哇，最近真的有大。超级粗的，超级粗的，好像是石雕啊。对啊，好肥啊。又中。
忍不住的就想拉，靠！断头不是，它钩子怎么破掉了？断掉了，它是什么怪物啊？刚刚被爆线了，整个线断掉了，钩子不见了。啊！我搞啊！我终于喂大白花，靠！大木仔，大木仔，钓鱼人的好朋友，大木仔，下课鱼来了。不想回家，真的，实在太咬了，不急的，钓到阿松了，对。哦，钓到新，钓到阿公，哦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靠，钓到阿公，阿公都顶上来了，这个肥嘟嘟的，哇，哦，好好好，快乐钓友就在今天要结束了哦，天黑了，差不多也该回家了，好，那今天的渔获，哎，爆了两桶，好。包含这边又一桶了哈，有看到吗？哦，整个都爆桶，你看，哇哇，而且还有大板花，大只的大板花，呜呜呜，好，非常大，横带石雕，横带石雕，横带石雕爆桶哈，非常的多哈，那也还不错的成绩，那就是一样，我们也是属于娱乐，所以我们钓后也是将它放生。那所以我们今天来放第二桶了哦，好 ，OK 咯，到了，呀，通通回家吧，好 ，OK， 好，空了，好，谢谢，感谢各位，下次再来捧场咯。好，今天就在夜幕之下，结束了今天的钓友，所以呢，介绍的今天的钓场是属于私人的养殖场，那池主很大方的，并不会做驱赶动作，让我们大家可以来这边做钓。所以，如果来这边做钓的时候，能够要维护好场地的干净安全，然后也要注意到，不要造成池主这边的困扰。好，那好钓场也希望大家共同来爱护。喜欢我们的频道的，再帮我们按喜欢、订阅、分享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